2000年春天，愤怒的塞族年轻人宣布进行一场非暴力战争，声称他们反对的这个人毁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十年。那个人就是米洛舍维奇。他在社会党里面的朋友虽然喜欢他，可是他温和的外表只是一种假象。他是欧洲臭名昭著的冷血暴君，屠杀巴尔干人民的刽子手。米洛舍维奇把他的国家带入了克罗地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他还带来了种族清洗、集中营，带来了失业、贫困、腐败、镇压和恐怖。1998年，米洛舍维奇开始把阿尔巴尼亚人赶出科索沃，造成近100万的难民。1999年初，大批平民被屠杀，引起西方社会极大愤慨，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轰炸历时78天。耗资30亿美元，遭到这样的打击，很多塞族人团结在米洛舍维奇周围。轰炸使米洛舍维奇不得不从科索沃撤军，但他仍不服气，吹嘘自己在北约的强大攻击中没有被打败。他不在乎军队有多大的损失，人民遭受多大的痛苦，他只在乎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北约的轰炸很显然加强了他对权力的控制，不过是暂时的，从长远来讲可能是破坏了他的集权。但是我多次听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对付米勒舍维奇只能用武力，那是无稽之谈。北约轰炸之后，几千名抗议者由学生带领走上街头抗议米勒舍维奇。警察很容易对付他们，尽管抗议者们十分坚定，日复一日上街游行，他们对独裁政权还构不成威胁。在这些反对的呼声中，有一个群体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抗议，他们在默默准备着，他们要影响那些至今仍然不敢反对米洛舍维奇的人们，因为那些人是米洛舍维奇还能大权在握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标记是一只紧握的拳头，他们的名称是欧特珀，塞尔维亚语是抵抗的意思。欧特珀这个抵抗组织已经存在了1年，在北约轰炸之后它迅速壮大。欧特珀是由20几名十几岁的年轻学生组建的，没有办公室，依靠零星的资金运作，他们在咖啡室碰头，用手机联络，有的人被逮捕，警察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我们这个国家有很长的靠打游击赢得政权的历史，我所说的打游击不是使用武力，我所指的是一种隐蔽的领导方式，也可以说有一点神秘吧。我们整个欧特珀抵抗组织，甚至包括他的招募表格，都好像你是参加军队一样的，一个带有特殊使命的军队。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用简单的黑白传单宣传自己的口号，毫不掩饰他们的主张，冲这个制度咬一口，抵抗，因为我爱塞尔维亚，自由等等。
这样的口号和拳头的标记已经无处不在，证明反对米洛舍维奇是可能的。塞尔维亚的反对党试图利用北约轰炸之后群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不过他们内部存在分歧。在20多个政党中，左蓝金吉奇率领的党派是组织的最好的。尽管如此，大部分塞族人已经对政客们失去了信心。在塞尔维亚，很多人都会说，所有的领导都是腐败的。我不相信金基奇，我不相信科什图尼查，我不相信德拉什科维奇，我谁也不相信。这就是米洛舍维奇能掌权那么久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人会说，好吧，米洛舍维奇下台，让谁上？谁能行？而欧特珀这些年轻学生们说，不，先让米洛舍维奇下台，这是最重要的。欧特珀的成员说得很明确，他们不会竞选政府职位。为了保证行动自由，也为了保持自己清白廉洁的形象，他们拒绝和塞尔维亚的任何政党连在一起，但是他们肯接受国外的帮助。欧特珀组建之后，他们会见了国际上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官员。我们都认识到欧特珀的人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潜力，他们明确表示希望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塞尔维亚的或者是说南斯拉夫的一个组织，而不是西方的工具。我们尊重这一点，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欧特珀的人有热情有才能，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有政治判断能力，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应该支持他们。旨在促进东欧民主化的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给了欧特珀一定的资助，但是具体采取什么行动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在米洛舍维奇生日那天，他们做了一个蛋糕，这蛋糕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现在正在四分五裂地分割开，被米洛舍维奇吃掉。发生月食的时候，照到月亮上的光被挡住了，他们就请街上的人来看看真正阻挡人们的东西。我们做的事需要有一定的幽默感，这样才会吸引别人听你讲。人们整天生活的并不愉快，那么我们就开一个玩笑，再采取一个行动，这样能带给更多的人一个积极的信息。我们就是这样不断争取第三方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群众，是最基层的人民。欧特珀请贝尔格莱德的市民来参加新年除夕晚会。政府不允许摇滚乐流行，但是摇滚之下那一股反叛和抵抗的潜流正是欧特珀的标志。午夜，没有传统的庆祝新年的活动，欧特珀向人们展示了在米洛舍维奇当权期间的战争中死亡者的姓名和照片。他们是来娱乐的，午夜之前我们让他们看了演出，过了午夜我们就通过大屏幕向他们播放关于死者和难民的影片，都是些悲惨的故事，然后我们说实在没有理由庆祝，大家回去想一想该怎么做，这样等下一个新年来临我们就可以庆祝了。关键的一句话是，就在今年2000年，
一切行动应该在今年进行。今年的塞尔维亚就要发生变化。一个月之后，塞尔维亚社会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主席。塞尔维亚的统治阶层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现在叫社会主义。实际上，过去的一套并没有改变。米洛舍维奇一贯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的再次当选不过是走过场的民主，骗不了任何人。同一天晚上，在城市的另一边，欧特珀有意模仿社会党的样子，也召开了他们的第一届代表大会。欧特珀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吸引了主要反对党的领袖，尽管写文章报道这个非法组织有可能被起诉，一些记者仍然来到会场。Samim tim što smo postali najproganjanija politička grupacija u Srbiji.Samim tim, te sile priznale su da je otpor i sam postao sila. 警察的干预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士气。最近的逮捕使更多人加入进来。Danas imamo otpor u preko 70 gradova u Srbiji.欧特珀宣称，他们的活动遍布塞尔维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按照一个群众运动的样子来做每一件事，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搞成差不多塞尔维亚全国性的。这个大会之后，我们确实发展到整个塞尔维亚。我们号称自己是人民运动，其实我们只是一群学生。不过随着发展，我们的确成为群众运动，人们都来加入我们。欧特珀要招募人员，需要先引起别人的注意。紧握的拳头和黑色皮衣等都是吸引人们注意的方法，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坏。他们有巨大的热情，这些年轻人想做点什么事情的热情真是不得了。可是那些政府官员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支持这些用一个拳头做标记的学生抗议者。像美国政府的官员就会觉得有点离谱。最后那些做决策的人还是明智地决定应该支持。不过如果你跟欧特珀的学生们谈一谈，就会发现他们不是疯狂分子，他们只是向往自由。Uzmite se u pamet vi gospodo, jer i đavo je u Srbiji odneo šalu. Prekinite sa nasiljem, prekinite sa progonima, prekinite sa represijom, prekinite sa državnim terorizmom. Sjenzaj, Otopo zaj Beograjde jole i djen ban gong shi, san djen uze de tao fang,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父母借给他们的。大概十几个塞族反对派群体接受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资助，欧特珀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这些钱买复印机、付电话费、邮资、印刷费、电脑和互联网的费用。欧特珀在有办公室之前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用塞尔维亚语和英语贴出他们的要求和原则，用非暴力的方式请米洛舍维奇下台，进行自由选举，
实行民主。欧特珀的行动计划都是自己设定的，但是美国和欧洲给他们提供资助，帮助他们传播信息，这不是什么秘密。冬季快过去的时候，欧特珀接受外国资助的事实使他受到攻击，米勒舍维奇说他们是美国的傀儡。欧特珀听了以后，知道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应有的效果。这些国家的人不喜欢什么都做得那么公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和悄悄进行的项目还是有很大区别。这不是隐蔽的项目，而是公开的项目。他的目标不是推翻米勒舍维奇，而是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欧特珀获得的境外支持不仅限于资金，华盛顿的国际共和协会给他们推荐了美国学者吉恩·夏普写的有关非暴力策略的书，并安排夏普的同事一位退役陆军军官给他们办周末讲座。我跟他们讲，非暴力斗争是一种形式的战争，你要按照战争的特点去考虑，一旦你决定采用非暴力斗争，就要用战争的原则，要有具体目标，要集结队伍，在关键的时候要能够把队伍召集起来，还要有主动性。你知道，不可能只防守就能赢，你必须发动进攻。军事斗争和非武装冲突都一样，所以跟战争的原则是一样的。他给我们讲的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用了，只是不知道有人还专门写书讲这个问题，这种感觉挺特别的。手里有这么一本书，看到书中集中系统地讲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还看到甘地领导的运动做了些什么等等等等。黑尔维上校讲座的要点开始传播开来，就是要消除统治者的权威。Srbi su narod koji može da promeni vlast na izborima sada i svaki sledeći put, jer to je dokaz da smo civilizovan narod. 选举至少还要等一年，在这期间，欧特珀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使用其他的武器破坏米勒舍维奇的政权。欧特珀招募和培训了几百名基层的活动者，他们并没有全国性的领导人或中央委员会。他们从首都贝尔格莱德给地方上的欧特珀成员送去需要用的物品，而地方上的事物则由当地人去处理。这种策略考虑得比较周到，万一贝尔格莱德的领导者们被捕，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仍然可以继续活动。欧特珀依靠地方上那些在邻里之间比较有名的年轻人，在民怨最大的省份把群众动员起来。Smaller cities.一些小城市成为抵抗的中心，而贝尔格莱德像一个黑洞。在过去两年里，贝尔格莱德没有独立的电子媒体，在那儿只有